我还得一个远程才能到。哎，可惜了，他早点到 2W 上来，我都 Q 中了。闪现跟平 A 死了 ，A 一下死不了，那个血量得一两下，要么一个一拍死。你在说什么？第一波不是诺啊，第一波 A 一下绝对死不了，第一波一定要两下的。我没点 W， 那个血量绝对是两下，不可能是一下。那时候只有二级啊，二级那一波怎么可能 A 死他呀？三级都不一定能 A 死，别说二级。一的不太好，反感那寒冰死了。我这个一好一点，感觉真能杀这寒冰。妈的，打了两个闪，操！我这里一的不够远，这里一的远一点，感觉真杀了。潘森也太好抓了，王子中单、啊。哎，没扭掉啊，扭掉感觉走了，也不一定，哎，应该还是走不了，我还得再多两个 Q。有点难，这不还得再多两个 Q， 太难了。好恶心的卡线狗啊！下路怎么又在塔下？
这里有眼。还好是我吃的大，还有一他逼他第一时间放 Q 啊，他如果反应过来放 E 的话，你就绕到他屁股后面再打。这波晕到不要第一时间放 Q， 我因为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反应过来开那个盾，他如果能反应过来，你走到他后面再丢 QA 就杀了。我没力气啊，我操，我串的没力气说话，我好虚弱啊！啊，我现在还有点饿，哇，真的好虚弱啊今天，啊，真的没力气了。刚才串了一下，然后现在肚子又饿。下。
结束。可能 F6 有人啊，我以为他会从 F6 海克斯出来打我呢。慢点，等我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哎，完了，我他妈原地起跳了。没一刀就算。一大堆，漂亮。没法一寒冰，然后对一下这波都得死，我怎么感觉有点难打呢？我这杀人术吃的不太好，说实话。杀人术出的真不太好。
优势还是不够大，不该出这个东西。可惜了。 小小的难受啊！哎呀，1000大米呀、啊！寒冰装备有点好啊。 哇哦，这装备！ 哎呀，真恶心啊！穿甲大盘。
能打吗？等一下拿枪就好了。为什么不等一下拿枪啊？哎呦，亏闷了，这不想等一下枪狗的，他有闪现。逼的，逼的没意义。不管去哪儿，我都无所谓。好危险啊！全都有罩子。等 TP 吧，对面没 T 的，带魔刀了。大龙掉了太伤了，断节奏了。
闪现跟平A死了，A一下死不了，那个闪，好累呀、啊！哎呦，难受，全都有闪现。 相当苦露西呀、啊！还真是，他有闪。 结束。